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星土。这张星土在台服 PC 的时候是没有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出的是风之谷赛道，那只有入服那边有。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跑吧。刹车 U 弯死亡甩。我这边拉个尾数，刹车甩，没问题。这次不会，这次我已经可以猜。正啊，有正，再开黄色超越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里不熟，这先安全过再说。啊，我的黄色超越怎么没了？我开完了，完了。请看，我怎么黄色全开完了？这边开，我现在自己把它铺满。再一次，我开，开不起来。这里要怎么进来啊？我每次要撞这个弯。我把这个气补满。哦，这是我对准准的啊，兄弟们。有了啦，世俗了啦。差，哎呦，第五了，差一秒，单挑，比登城好陌生。啊，帮我冲，没问题。单喷一下，早甩，拉个尾数，哦呦，可以哦，这个拉的不错。好，再来，这边要控好了。开，过来一点，哇！这个弯我拉比较好一点啊。不要撞！好帅，还在前面，还在前面。哎，飘掉！开，再开！那够吗？不能拉回收源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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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。开，再开，哦，好烂哦！这一份烂尾，对准说远，妈呀，又撞到 ，Good KC， 啊，我又撞了，超烦了，可是刷了，爽。有了，只是我好像可以再更快。哎呀，好慢！
3855啊。有没有呢？这机会，啊！哈哈，差一点点，就后面的真的很难。哦，这局咯。有没有啊？终于有了，我们终于再次突破自己了哦！刚刚好耶，主播没放弃啊，差一点点就要刷不过了，还好我们成功了。看哦。哇、哦，16连胜是这样，一样我们出发，好开超越啊！更白痴啊，没有看清楚路线，看那个我在看那个时速有没有推到最底，结果没有看到路，把它撞了。好贴！你感觉要再甩一下？刚那一点，好，无限的，啊，
曹岳还有。太多超越要用了，还有一场，还有一场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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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不要再上那个，快点让我再一局。啊，可以的啦，送，刚好配对。啊，还是可以啊，只是稍微丑了一点。啊，我感觉跑得不是很好。走两艇还是可以啦，只是那个入弯点没有接好而已。最后总结21735的这个的扣引是不是？我们总共成本是12000，然后赚了21735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花了一个小时，我们总共赚了9735扣银，好不好？总共赚了9735扣银，一个小时也是挺不错的一个成绩啦。